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几日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里咱生活中同款常常讲会到，这里就是报，报就是高，颠倒变的词，意思就是讲一个物件看起来扁扁平平，刷来卖当讲是物件较少无济，像咱讲报酒报茶，报利多销。另外文音读作博，像讲过去关系常常听到博金龙，这就是读文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报利息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物件真浅无高，像讲肉片薄利息。第二个词薄板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的体格身材真瘦，薄甲敢那茶帮同款扁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伊本身的体格都已经瘦，佮薄板，佮穿甲呢薄利息，看起来佮较瘦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薄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作薄，薄情的薄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